可是的 JKR 的女郎呢，都一起走上红毯来为我们的黄金娱乐城站台。那今天稍早呢，我们的派总也发出了2000包的乐透红包，其中1000包呢是捐给了我们的创世基金会，另外1000包呢就在现场，现在在我们身后的这个黄金乐透转圈外的帐篷呢，待会只要各位呢下载我们的手游黄金娱乐城以及加入官方的麦淘游，就可以有机会呢获得不一类的游戏，没关系，里面有非常简单的游戏，有包括了像是大航海王啊，这个百家